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系列的视频，来讲一下元素的化合价。什么？你说很简单，不就是一价氢氯钾钠银，二价氧钙钡镁锌吗？啊，不，我们才不要这么低端的操作呢。你们可能知道金属无负价、氧氟无正价之类的东西，现在告诉你们，那些都是错的。想下一次在同学被这种口诀的时候对他们一下吗？那么敬请期待本系列的视频吧。祝本系列视频不讨论单指零价的情况。